都是他给我制造一些惊喜。今年他在北京有电影上映的发布会嘛，就想给他一个小的 surprise 嘛。那个我有件事想麻烦您一下啊，您讲。因为那个我男朋友在北京，然后我想给他一个小惊喜去探班，然后想给他做一个蛋糕，然后你可以教我吗？我可以，没问题的。希望下次能够跟欧巴一起来。用力喽！帮我领一点。有要放一下。我他看到我这样，估计会被吓到吧。对，然后你可以追着奶酪打，或者是转盆。希望它能尝到，我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蛋糕。不论这个蛋糕是否做得好看或不好看，最重要的你用心去做了，吃的人他会去体会到或者是感受到。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是吗？另外就是这是然后都是我做的。Yeah, I really make it.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对啊，是我做的。真的真的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蛋糕吗？因为它代表着甜蜜。对，然后为什么要做樱花蛋糕？是因为我们第一次 date 就是在那个 Cherry Blossom 的那个 park， 所以我做了樱花蛋糕。So good memory， 这里有12枝樱花。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12朵樱花吗？因为一年有12个月，我希望这12个月里面我们都能够是，快乐的。然后还给你做了饼干，属于你跟我的饼干。你要尝尝吗 ？Yeah, try. Yes. Just a little bit. It's better. No, no, I will try. This one. 好吃吗？好吃。真的。마음이중요한거니까그마음만받을테이받을터이니너무고마워요네너무고맙고希望你喜欢，然后。Oh, already 喜欢。很开心你喜欢。我很开心你在这。Don't do too much. That's good. Okay, 感动。